万圣节的南瓜灯，两个妖怪，两个鬼，一具骨架和一个鬼，一条狼，一个鬼和一只猫头鹰，一个巫婆和一具骨架，两个巫婆和一只南瓜，一只黑猫，一个在呕吐的南瓜人，在墓地里的三个鬼和一具骨架，纸灯笼上的妖怪，一个在树林上空飞的鬼，和狗一起讨糖的两个妖怪，一个人和一个大嘴妖怪，一个用南瓜算命的巫婆，一只猴子，一位外星人，几个在演话剧的南瓜人。您的南瓜人像什么样？